我想见上帝。你祈祷佢就会出现噶啦，佢好忙噶，你只有30秒嘅时间。见上帝不是一定要讲英文的，不过最好就是冲干净凉，洗干净身上的气味，因为我最近的鼻好敏感。又累到菲律宾打风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其实草上帝都唔系咁轻松，打个黑字就累到人哋无家可归，我都过意唔去。上帝，我犯咗错误。有边个冇错？我嘅错误就系制造咗魔鬼。你点解唔消灭佢？我已经决定喺36秒之内消灭佢。好嘢。问题就是我们的36秒就等于人间的36万年啊，所以我现在要你即刻回到人间再做多36年。我怕我能力不够啊。你不用怕，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就在适当的时候大声呼救啦。是，我知道。好多人等着你救他们，快点回来。36秒等于36万年，咁咪做死啲沙佬。老细，乜嘢嚟俾我啊？我带咗个乡下佬嘅灵魂啊！咧，嗰啲蠢到好似猪咁嘅乡下佬咧，猪，你带翻嚟嘅通通都系猪，我嘅手啊，居然系猪物。系，你跟住我讲。我是猪，我是猪，我是狗，我是狗。人蠢冇药医啊！人蠢冇药医啊！你真系蠢啊！笑死我啦！我要见到全个地球都是火，上边嗰条老嘢成日打大只脚，我要拉出佢跳舞。火，好似邓丽君啲歌咁靓。我会叫啲恐怖分子周围去放火，得闲就放下炸弹咁咧。杀晒啲好人，留翻啲啱啱出世嘅细路仔，用火同佢哋洗礼。火，我系火，我系未来。老细万岁！你嘅大限仲有2个月啫。系，我知道。我要嘅系年青人嘅灵魂。如果你再失败，我就阉咗你，等你永远做太监。失败嘅教训就系惩罚。啊！老细。失败的，失败就好像我咁。
被天堂驱逐出境啊？关你咩事啊？天堂我住唔惯，想翻落去啫嘛。真可怜。嚟啦，我送你落去啊！我唔会同魔鬼一齐行嘅。照咁睇嚟，我哋似乎要咬下手瓜喎。你输紧啫。我临死之前都要睇住你化灰。少咗你呢种人，呢个世界会安静啲。多咗你呢种人，呢个世界反而多咗多烦恼。趁你仲有三分之一，快啲悔改。你都几难要我跪低。多谢。多谢大姑，先写下啦，帮帮忙啦，多谢，收工。Thank you. 有客到。真系冇得交关啊！识得咁样嘅，你出嚟捞啊！